你看我这帖子有啥？这好看啊！哎，俩帅哥，家留电话行吗？留吧，留。我的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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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好记，我的好记啊！要三勾，四三圈，仨开，带俩尖。嗯，那留我这个，我这挺好的好，要三六，要三七，不尿尿不开机。你俩都没我的好，我是幺三七幺三八，出门一俩大王八，大王八，大王八，这你别笑。 我知道了，你先躺着。哥，三弟，你回来了。哥，别玩了，我们带妈妈去看病。没看见我大妈在输了吗？要去自己去，那老太婆都快入土了，还治什么治？就是。走啊，妈妈病得很严重啊！你给我放开！走啊！ 我上哪？上生命的终点。生命的终点是哪？火葬场。对。
会说去生命的终点。你要说去生命起点，我还得开你妈肚子底下呗。来，孩子，你出去拿个头发，下来，我还得看你我呀，非得看我。还生命终点，那么吓人。伟儿啊，哎，来，过来啊，来了哥，给我打包。那个哥，我家没有打包盒，那个打包袋行吧？行，给我装上，快点。快点打包。来，坐。来来来。有没有点素质啊？咱这挂着皮子肯定乱扔，那嘴咋那么馋的嘴呀、啊？那么多场所、啊，就你个个啊，一点素质没有。什么没素质？啥素质啊？一根挂着皮一根扔。哎呀啥素质这是？哇！哎呀，真行啊！那这个小牙子，你别笑。哎，你别闷死，这口是大点啊！你说的，哎呦我的妈！对对对，哎呀，没事。你好，美女，擦车10块。10块呀？哎，10块。给10块钱。啊、20，不用找了啊，20。你别笑。来，前面的各位乘客注意了啊，马上发车了，把安全带系好啊，安全带系好。不是，车上这么多乘客，看不见一个孕妇在这站着啊，挺个大肚子，那还有咱俩坐的，给让个座。给他让个座。来，美女，来，坐我这儿来。来，美女啊，你看着啊，你左脚是离合，中间是刹车，右脚是油门，哎，你踩油门，车就走了。我发车不行，我都怀孕了，我不会开车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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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我没事。来来，坐我这，坐我这，坐我这，来，坐我这，来，坐我这。来，美女，都给你让座。慢。搓澡了，准备一下，去搓个澡。好的，老板。你别笑。啊行，行啊，啊，给你钱，没有零的，没有了，这我还得向你找，我不知道兜里够不够啊。哎呀，哎，90，90，哎，老板，我有10块钱呢，有十块那不早说呢，搁这嘎磨磨唧唧，你说我还得向你找了，3块钱一瓶，不买，非得10块钱3瓶，肯定有啥毛病，你得看看，去别人家瞅瞅，要你。先为重要的客人，让保镖都准备一下。好的，老板。
你寻思啥呢？出门不带钥匙，那花找哪去了？别跟我吵吵，别哈哈啥呀？我给你炸开就行呗，我呀。炸吧啊！来炸吧，行嘞。你别笑，炸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玩意儿炸你呀？你有病啊你呀！雨天的天气又要下课了，还要在操场等你。你几个意思嘛？我这么做，那我先过。我那我先过吧，我里面没事，我会这么做。我先过，我先过。哎呦，我先过，我调这么做，肯定是我先过嘛。我被这么叫，肯定是我先过了。兄弟，你们别拆了，我来帮你们连一下，看谁先过。都差不多啊，我这边谁先过？滚！